老王，我老是掉头发啊，洗个头下水道都堵了，都怪你。我命令你去那个凡凡家给我找一条手镯，别人家的手镯我都不要，就喜欢这个凡凡，奶奶帅帅又高高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是不是明星啊？我想要那种娇润的、冰透的无水绿手镯，最好带点黄肥。无水绿加黄肥。上回的直播，我偷看到他家那个货盘呢，有这种类型。预算相信你多少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开始先没告诉他我的预算，我就想看看凡凡生气的样子。你先跟他说我的预算200。你疯了吧！我公司还没倒闭呢，命令干嘛欺负人？给我200！干什么？矜持一点，你坐。我先看一下这个货来，皇家绿啊，橄榄皇加湖水绿，很舒服，很漂亮，难怪小姐姐喜欢，就单买这一节我都觉得没死了。这条手镯很稀缺，很特色，百年难得一遇吧，很难切出这样的石头。有多少条？晚上不还去我直播间播？所有货都拿到直播间放了。这个应该夸了一下，我瞬间心里面开心很多。哎，在卖多少钱？3万块钱，3万你拿走，好吧，还价5000吧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干什么？那我就是要捡，我们就是要捡漏的呀。那你晚上去我直播间，难道那捡漏？我也没跟你说六位数，让你慢慢的去磨。人家说专门来找你，但是你晚上还要去我直播间播，你这条先漏给我，赶快我去起货，看起货好不好看，给你打波广告，给我搭的。明白了，那就这样，26000吧，我一点点的心意，我表示一下。你一点点的话，你这哪里行？直播间就能活的，那我也实实在在的还价嘛，我觉得6800就行了。不要这个样子，不是你2万拿走，不要再说了。咱聊了5分钟，你少了10000，咱再聊5分，再聊十五分钟，就看我好欺负。我给他先坐，你先坐，你这样我自卑。你也坐嘛，我们一起坐嘛，一起坐。咱姐妹是吗？拍桌，不是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得露给我直播间的粉丝，他在直播间经常看你，你今晚要去直播间播。哎呀，万内搞一条给我啦。搞得了，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一万五给你，好吧？不要，你再少一点，你说多少，我就做的老拘谨了，我他妈老难受了。你快，你再便宜点，快点，快点来，我他妈是这种风格的，不要纠结了。哎呀，行了，1万2。你不要饭起来，万内给我饭嘛！你看我跟他们要饭似的，直播间需要拯救，要嘎屁了。对啊，你漏给我，晚上你还要去我直播间播呢。一万整数，1万，1万，就1万，很干。把握费啊，费用你福利去我直播间播去。你看我，你再算我不给你面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饿了，我跟要饭似的，那些水我都不给你留，我都拿走了，拉着我走了。